人都齐了，满探长，开始吧。明灵枪杀案，轰动一时。案发当晚，同府一共有57人，一楼有45人，二楼有4人。枪响的时候呢是7:26，凶手只可能在这8个人当中。午夜12点前给我找出凶手，找不出来呢。 我凭什么不能沉住气呢？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。你把救人的人当成杀人的人，我哪来的枪啊？啊！那明就是你家胡说啊！你到底在哪？绝对不可能！探长，子弹都一天到一万，证据呢？他开窗了。你快点说呀！因为你，放开我！你想用这个谎言去掩盖另外一个谎言，就是你了，没别人了。